樹北靜展覽裏面咧，鄧啟耀有展出唔同系列嘅作品啦，包括咗有紀念公園系列啦，有宮崎駿系列同埋樹的肖像系列。咁 Frank 可以介紹其中一張畫啊？咁呢一張畫咧就係、是我繪畫城門水塘嘅夜晚嘅。咁呢張畫咧係2023年嘅早期咧去畫嘅，嗰陣時咧香港都未解封，嗰陣時啱啱香港先經歷完個疫情第四波咁樣啦。咁咧而我自己咧就中意行山啦，但係日頭太多人行山啦，咁我就夜晚去行山。咁嗰陣時就城門水塘好寧靜，又可以喺嗰段時間冇乜人，可以除低口罩去欣賞一下個大自然，去感受一下。咁之後咧，我就翻返去我自己工作室入邊咧，就繪畫咗呢件作品。喺咁黑嘅環境望樹的肖像係都睇得好清楚嘅。城門水塘喺荃灣啦，但係其實咧，我哋嘅城市入邊嘅光咧，其實係可以射到好遠。咁所以我哋夜晚入到去水塘嗰度咧，係都會隱約都會見到好光同埋好清楚。你中意白千層啲乜嘢啊？我中意佢夠老啊個感覺，個感覺啫，係啊，因為我中意佢好似好多經歷咁。